يا رب اسمك الأعظم يا رب شد قلبينا يا رب اسمك الأعظم سد رمي مجاهدينا يا رب إن هذه الدين خانصرنا ثبتنا يا رب ثبتنا يا رب يا رب أجل الله أكبر ولع فهم لا يبصرون هاي دباباتهم هاي جرافاتهم والله يلحق بإذن الله ستكون دمار وبال عليهم啊，前面那个影片那个配乐是我2018年啊，从一个游戏下载的，就是那么《三国志孔明传》啊，下载那一段影那个音乐。那时候我为什么下载那个音乐呢？因为那时候我刚好在写《黄道五剑》第二部啊，你们没有买的可以再问我了哈。啊《黄道五剑》第二部写到哪里呢？因为那是写整个中国历史，写刚好就写到那个成吉思汗包围金中都啊，啊因为那时候。我还记得下载这段音乐的时候，我看那个《续资治通鉴》啊，引用了《续资治通鉴》这一段啊，就是在野狐岭一战，成吉思汗击溃金军600,000大军嘛，然后直接就包围金中都了。那个时候皇帝是完颜永济嘛，啊，金人的皇帝吓到了，整个金中都整个那人心惶惶。那时候刚好有一个汉人，是一个中低阶的官员了啊，马上跟皇帝上奏，我有办法，给我500细军啊，细军就是汉人组成的那种附属部队了啊。可是那时候女真人是特别猜忌汉人的嘛，
但是这个时候情势危急啊，好，就给他500细菌试试。他说你500细菌就可以击溃蒙古人，怎么可能？他说给我试试啊，给他一试，他500细菌就使用火药武器啊，他里面使用的火药武器就变了好几个型。成吉思汗先前已经有知道火，听过火药武器了，因为先前金人在早之前的那个靖康元年的时候，那个金人在攻汴梁城的时候就领教过宋朝人的火药武器了啊。那时候吓退，整个退兵。但是我讲过宋朝是乌龟王八嘛，他还是软弱，还是退缩嘛，内部还是有一堆小人嘛，要求和的嘛，他只想赶快保住他的利益而已嘛。所以后来火药武器金人就知道了，他就慢慢开始不怕了。在蒙古人在成吉思汗攻打金国的时候，在金中都的时候又遇一次啊。成吉思汗已经约略知道有火药武器，可是到最后还是被吓退。为什么？那时候郑强把火药武器做了几个变形，最早出现地雷啊，那时候的地雷就是鬼雷，拉你去拔那个，故意射很多棋子激怒你，让你或者是引诱你，让你一动之后牵线之后就炸掉了啊，就炸开，然后或者是整个着火啊，各种方法。还有那个当时用那个青铜火铳，还有那个最早的火箭也出现了啊。然后他用的各种火药武器的组合，所以那个成吉思汗一样吓到溃退。因为成吉思汗先前是听那个郭宝玉说有火药武器，那是一个汉人，是那个金庸写《射雕英雄传》郭靖的原型啊。那基本其实是个汉奸。郭靖原来是汉奸，就是郭宝玉，他被金人皇帝重用，可是问题他叛变到蒙古人那边去了。那你说他那个时代不能叫汉奸了，因为你也他说他也不想被金人统治，被女真统治，所以那他那个另说啊，另有一说，那不管啊。可是那个时候郑强后来500细菌真的把成吉思汗打得落花流水啊。那完颜永济要升他当大将军大元帅啊，总揽朝政，结果那个金人的女真的贵族就叛变了，因为他一意坚持要郑强啊，说这人太厉害了，500细菌可以大败蒙古兵，又忠心哦，因为狄杰升上来他没有政治势力嘛。结果当然所有人都反对了啊，就后来杀了皇帝了，就是这你后面就知道了，就金人内乱，内乱之后成吉思汗又有机会了，因为你们已经自相残杀了。而郑强在那个历史上就消失了，不知道去哪里。所以那时候我为了那个配了一个乐，就是这把那个诸葛孔明传的那这个音乐，在写的时候配了一首词啊，今年也拜托。所以那我前面看了前面这个加沙城在阻击那个以色列军队的时候，就是让我想到那个金陵也拜托，我自己补了一口词，这个曲就配我那一首词啊，是那个叫金陵也拜托，你们自己去找一下那个词的那个黄道五经第二部了哈，我这边不提了。但我看了一下他前面那个交战的状况哈，以色列突入加沙城的那个交战状况，我前面有提过，如果回到2006年，你们那个哈马斯第一次开始在建地道了嘛？据说当时是伊朗已经有派那参谋人员来，因为那时候伊朗跟中国其实已经有一些军事合作了，他大概借鉴了中国的那个地道战哈，所以他就在这边传授了。那后来确实听说现在在这边打城镇战的，已经到2023年了哈。打这个城镇战，军事参谋团也是伊朗派来的啊，伊朗的革命卫队派人来当军师啊。但是你这个军师的等级就不高了，是很，我觉得打的是很漂亮，但是等级不高。原因是什么？我前面提过哈，你真的要了解火药，因为这个也是火药武器的变形嘛。你看过了。整整过了1000多年了，打那个火药武器战，还是火药武器，只是变得越变越精良而已嘛。
你只是不断的在改这个票嘛。但是真的这个票的核心啊，有一个精髓我不太想讲啊，可以再创当年郑强五百细菌大破成吉思汗的那个震撼。我前面也提过，哪怕现在以色列大军是狂轰滥炸，有飞机了啊，一直导弹一直打嘛，啊，死了很多人嘛，各位在那个新闻都看到了，那个视频都看到了。那基本我前面提过嘛，那个金木水火土的整合型啊，整合型。当2006年你在挖地道的时候，那些土就要拿来当夯土了，垒夯土。你的建筑基本，因为当时已经开始在建这些高楼大厦。我想说加沙城高楼大厦，你们平常偶尔也会跟以色列交火，偶尔也会被炸，你们怎么还敢建这个？可是因为可能人太多，他们觉得就没有那危机意识了，所以还建了一个高楼。难怪现在以色列一炸整个垮塌嘛，一垮塌就死了好多人嘛，而且还用那威力很强大的那种破坏弹，所以整个，那你这个钢筋水泥基本都不抗炸。所以我前面讲那个时候，从金木水火土各自的延伸演化型啊，交错在一起，每一个都是那个票不要提了啊，不要提了啊，都是一个那个可以对抗它的。我讲到票我就要结巴了，但是可以略提示就是。你那个泥土不要当废土，就是夯土。然后我看到一些建筑物上面啊，我有看仔细观察那建筑上面，有些建筑上面有太阳能面板，但是代表你们，可是后来那太阳能面板都是那种，后来我知道在查他们加沙是拿来用发电，那就不对了啊。你应该要量要很多，我前面有提过他的那个海水淡化厂是那个沙特帮他建的，沙特出钱给他的，可是沙特帮你建那个规模那么大，很快就被以色列控制住了，不摧毁就控制。还有我前面在提他在投白磷弹的时候，以色列人在投白磷弹的时候，他往那个前面我有那个照片嘛，他往那个海港上面砸是为什么？他就是让你没有办法从海上捕鱼嘛，他污染你那个海港海水，破坏你那个港湾，你就很恶劣。那你基本海水淡化，你就要挨家挨户都要有，直接引海水进来，然后分，然后挨家挨户就要有。你的那个，我前面有提过了啊，这水的部分，完金的话，过滤完金的话，哦，还可以变双氧水嘛，变淡水，变双氧水都可以做得到了嘛，那就不会缺水嘛。也不会要喝污水了嘛，地下水被他们这样封了，你也不用怕，你直接抽海水进来用就好了。然后平常你的那个农田也都可以做得出来，还可以绿化哦，因为你平常就开始在一直过滤，挨家挨户都在存啊，啊，不要，所以它是没有危机意识了。那这土跟水，那金木的话还可以，木的话它就用到了木系就是坑道站是木系延伸出来的一个逻辑啊，延伸坑道站啊，这个坑道站就现在就变成一个加沙城的抵抗的主力了，但是金跟火又完全没布局，是空白的。我可以简单说一下。你完全没有防空火力，我看了一下他们在轰炸那个加沙城，他完全没防空火力，基本上如果你当时有布局的话可以做得到，因为防空导弹没有你想的那么，因为那个防空导弹是因为现在都变成高科技产量了，因为在其他世界各国的大国来讲，他们很简单啊，批量生产防空导弹，像美国跟中国还有俄罗斯都有那个批量的防空导弹嘛，然后卖到其他各国去嘛，当商品。那基本其实这没有什么，你去追根溯源那个这个火哈，德国在 V2 火箭的时候刚开始使用的就是在思考导引的问题啊，你把那个路线拉出来，
它的演变路线拉过来，你已经很简单了，因为它是先从预设导引开始 V2 火箭的时候啊，这我不要讲它里面内容，这都有资料可以查。然后到了苏联使用那个 SS-15 导弹的时候是用惯性导引嘛，之后配备了一个简单的那个雷达，配备雷达，然后有一个基本速算的时候就加上一些地形导引或者是星光导引嘛。那后来加陀螺仪嘛，我前面也提过陀螺仪的东西嘛，陀螺仪也没有很难啊，它就是变成直就是瞄准线导引嘛，因为有陀螺仪之后就有瞄准线导引，只是说这个陀螺仪的生产可能在加沙就做不到了啦，因为你只能从，因为我看他们的那个练兵哈，这些哈马斯的练兵本来在黎巴嫩和在那个伊朗，他们练兵的场所在伊朗，但你从伊朗你就有基地啦，你有一个伊朗的基地嘛，你在伊朗就可以搞一个你们属于加沙的陀螺仪啊，因为原因比较简单，原因什么？因为你加沙城是固定的，以色列要来打你，他的飞机飞哪一条路径，以及他导弹怎么飞，事先都可以画出来嘛？因为你敌人是固定的嘛，他的机场在哪里你都知道啊，都有情报嘛。那我的建筑物在这里，你基本怎么飞，航道哪里，通通都可以预设知道嘛。那你只要起飞的时候计算它的时间就行了，基本防空部队做得到，你可能做不到那个陀螺仪的导引，但是那个防空，你在那边埋伏一个间谍有没有？看到他看那个飞机已经开始在起飞了，用望远镜看到起飞了，计算那个时间时码计算过来的话，基本就到就可以算得出他大概飞到哪里会投弹嘛，这事先都可以画得出来的。那你的制导的那个，这制导也是一种演化路径嘛，那你基本到达哪一个路径基本就可以达到了，达到了啊。那进至于有一些零件弄不到，你从伊朗跟从伊朗再偷运进来就好了，不管怎么样一定要有个防空部队啊，一定要，他也做得到，他只是当时觉得哦这些零件买不到，防空导弹买不到哦，然后伊朗也很难运进来哦，他就放弃了。那你放弃防空，那随便以色列在那边狂轰滥炸了，那你伤亡率就很高。基本既然那个夯土建筑没有去做好，那你基本就只能，你防空导弹就一定要有。所以我看他火系跟金系都没有。那我们里面那个细节不要讲，跟这已经是五行具备之后运转之后连接演变，那是后更高段的了，那都不要提了哈。那基本没有那个智力去搞那边的人呢，不过他们已经有使用木系跟基本的木系跟基本的土系有，木跟土有，水就缺了嘛，水是那种回血的不是打那个 RPG 都有一个专门治愈的人吗，要回血的那个治愈的那个术士不是吗，你事先就应该要搞啊，五行部队啊，到时候这个五色战车一打开来你的哈马斯就是 五种颜色的那五色战士啊，那配乐就可以变成哒啦哒哒啦哒啦哒哒哒啦哒啦哒啦哒，我前面也用过了，哒哒啦哒啦哒啦哒，那是五色战士变身了，那基本打得更漂亮。你这个目前只有木基本的木系跟火系，那个没有木系跟土系，没有其他都没有，火力都不够，你只有抽一些火箭弹了。那的阶级都很低，那火系那个等级很低，只有一点点，火系魔法太弱了。从这整个那个交战过程，尤其建筑物土系根本都没有，也不够高，怎么会去建这种建筑物？我看他那个建筑物
居民楼建成这么高，那一坍塌全部死光光，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它根本救不了。你看整个一炸垮之后，你看这边那个照片，你们自己网络上搜得到，大家站在那边无可奈何，只能一块一块砖头搬，用人去搬嘛，连起重机都没有嘛。这早就应该用那个夯土式了啊，这个不要提了啦，这个都来不及了。你现在为今之计哈、啊，你就只能土系加强，就是偷运武器进来，挖道，然后木系只有用木系的方法去打，打了那就是坑道战，只有一招，只有一系，不断的挖。然后大家他们现在就认为，以色列就认为我只要轰掉你坑道就行了。如果你那个武器这样一直转，那以色列根本就没办法，他无可奈何。或许有一些伤亡，但是伤亡就不会那么高了。而且整个全民百姓都可以躲在里，都有扛炸的，每挨家挨户都有生产水的功能，挨家挨户都要有扛炸的功能嘛。那个累积起来连成一系之后，那伤亡率你就可以知道降很低，就以色列就不敢这么嚣张了。不过现在没办法，你现在只能靠坑道战还有火箭弹，看怎么样跟他纠缠到以色列受不了为止啊。睢阳之围了，然后关键是看外界变化啊。你为今之计就是不断的刺激外界变化，也就是让你的这一战对整个西方世界产生最大的变量，目前有做到这一点，也就是全世界都关注嘛。那犹太佬更加证明犹太佬他没票嘛。自此一战，加杀1亿，证明你已经没票了，你的票用光了，没有利用价值咯。哦，那就反转了。回到我前面那个，我现在都已经提过了啊。其实为今之计，目前来讲，如果以后加沙城还会这个事情过的话，哈、啊，还来得及搞后面的金木水火土啊，那个可以让你这个城变得更加的稳固。可是现在以色列好像铁了心要破加沙嘛，那没有关系啊，你破了之后要让你损失最惨重，而且全世界对你敌对嘛，这个效果就达到了。那你如果哈马斯能够坚持到最后就坚持嘛，不能坚持到最后的话，大量撤出去到外围嘛，到黎巴嫩还有到周边去组新的部队嘛，在反攻嘛，在反攻也是一个方法嘛。好，那今天先讲到这里了啊，后面我就看这边的结果，我再提一些其他的话题了啊。